对，很方便，对，很方便，而且哦，锅子好洗，就不会那个粘的很多，很受不了。因为洗做妈妈做菜都最讨厌那个哦，那个锅子都拍碎，很难洗。对啊。那两个人一起炒饭，感觉也感情蛮好，就那很有默契的小饭。还不会都那个，还要喷出来。这个要拍一下，两个人这么有默契哦，一定要拍一下。如果你那个可以，那个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同时炒，那个都不可以出错。因为你是那样就厉害了，你们的厨房有时候下菜，就是省饭煮的。好了，完准备哦。来，要吃炒饭的来了。好吃的炒饭，阿里啊，绝对不会相信。这锅炒饭最好吃，这样的炒饭，吃看看就会发现。每个人讲一下，要哪一样吃哦，真的不一样。炒饭你吃看看，跟家里面的炒饭绝对不会一样。你吃一口，我只能吃一口。